你们怎么站在这里？在等你，我在等你啊。就是快速上来接球，我只是问，我可以帮我冲抢篮板啊，判断球的弱点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有中间。有啊。好，出去。是我没有守护住哦。好。这个进攻要注意了。来，我快抽筋了，停下停。没事，换队伍去，走。很快，八秒。等一下，八秒啊。帮指挥，帮指挥。Go。你又没有。我今天把雪碧喝了好多，还很爽。他同学啊，来来来，钢铁冠军，直接跟整个铁人的帽子打，拿着国打。好，你今天这三分应该收得够。我也觉得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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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没有很多张纸啊，拿一张就好了。白色没有纸哦，拿一张。有啦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，你这边看，这边看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这个。应该是张先生吧？两个字嘞，两个字嘞。好。李耀，黄伟嘉 ，S 李耀，请问你刚才有没有喝气泡酒？有，喝酒。你闻一下，喝酒。你闻一下什么？伏特加，伏特加，高粱的味道。我们谢谢我们的学长，大学长，然后来高雄招待你们这一餐，然后他也希望你们可以越来越好。然后学长，在高雄就是有需要什么话再跟我说，然后有生病的时候，我都会尽力照顾你。让你圣经知道。我多少？我应该是差不多6亿吧。看旁边这个门太小，不要。等一下要帮你洗。适合一种够了，不会错。英雄臂膀胶围。水泥花。有没有听过膀胶围吗？这个广告外面有听过吗？要拜圣经，走吧。好的，我们几点睡啊？10点。我差点被糊弄过去。好了好了，后面在等你的老大儿。等我去休息啊。去吧。练球前你直接在打东西。
你用它啊？螺旋交换。一档，预算，给我们镜头。不是在我们镜头放，不是在刚好。要走就走。靠太近了，他是高智商，所以头才会大，有头脑。靠腰，哎、欸、靠背。我们现在三名打三连单，这样直接暴击。这样今天这样，我们加油。有啊，我在啊。小心我在。分帅度，你给自己打几分？我给浩文打100分。你给自己打几分？我给自己打及格60。好。只你对今天一百分帅度，你给自己打几分？给自己打60哦。你们这样很无趣的，都60，那你觉得你比郑庸帅吗？我觉得比郑庸帅。我是评审，我是评审。那个旁边那个都比他帅。啊，那你给自己打几分？你给自己打几分？200吧。我觉得我这里蛮稳的。那你给自己打几分？多少？60哦。61。我肯定。那你给自己打几分？100分帅度的话，100分帅度的话，你给自己打几分？零哦，零个档。那你对你自己打几分？那你给自己打几分？可以是100分。你说满分的吗？嗯，100分。我觉得应该，我觉得我比这样扣10分，因为这样比较帅。我60。那你来我，你几分？我很帅啊。你要拍给自己。我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个街头访问。你要走进车阵中说跳下车窗。一二三，丑啊，这样子看蛮可爱的。好屁哦。进门了，然后别他妈怪怪的，嗯。他想我们在干嘛？廖翔佑，我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子？因为我是嘻哈使者。站，高雄车站。是没有机会啊！我们赢过南虎王，我们赢过一中啊！这样，我们如何更把握？心态调整，今天的事情就过了。你今天有什么失误？你今天有什么犯规麻烦？你今天有什么进上来没进什么的，那都过了。哦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后天的比赛，就那一场比赛，我们要把原本的自己，哦，这个强势的自己，很厉害的自己找回来。哦，千万不可以把自己现在的情绪带到我们后天的比赛。这两天除了自己的体能恢复之外，自己的心情调整也是很重要的。你放下，还有，什么东西都要洗。因为就没看大家比赛，所以然后兵哥就是回头问我，然后自己也想，然后先放下，然后。对啊，希望以后不用打外卡，那希望来看比赛。对，然后今天来看就是大家都觉得蛮可以，然后学长有点小意思，加太金给兵哥，给我，队长，对对，要给大家辛苦。太开心了吧！你是远足哦，笑，等下上去分享啊，不然等一下一包就大家都吃掉了。
各位辛苦了哦，然后一样，我会去好好休息，把心理整理一下，然后在宿舍把宿舍整理一下，然后明天一样正常上课，早上就先不偷懒了，然后下午还是要换鞋子，但我们会做调整。然后我再宣布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该做的每年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做，所以说我们今天礼拜四晚上下午我们来吃披萨跟交换礼物，好，所以说给你们两天的时间去准备。然后我们要不要设一个底线，还是拜拜，泰山压境，再造巅峰，等一个好球，完美胜出，拜拜。